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最近咧入手咗呢个大疆 Osmo Pocket 嘅嗰支热长杆，因为而家咧就系连接住个热长杆去使用。咁样然之后咧，大家而家可以睇到啦，我系只手未完全伸直嘅状态下啦，咁喺热长杆最短嘅状态下拍摄嘅。大家会见到比平时当我咁攞手揸住咧，个视觉系会广一啲嘅。咁我而家对比翻下呢、这个，如果我系手持嘅话，大概我系。就同我手持系效果系差唔多嘅，但系如果你手持嘅话咧，就会见到好明显要你手伸长晒咁样，可能个画面睇落就冇咁好睇啦。咁对于我嚟讲，呢、这个如果平时就咁使用咧，可以长翻咗少少出嚟嘅效果系好好嘅，咁我会觉得几推荐你试过。咁我再展示俾大家睇，如果支杆伸到最长嘅话，个效果系点样？出去揾嘢食啊！依家已经夜晚黑八点啦，但系个天先啱啱准备开始黑。查咗下附近咧，这个可以去食得嘅嘢，好似都关门喎。而家去撞下彩，睇下呢个，睇下呢个关咗门未先。要戒口，辣又唔食得，羊又唔食得，酒又唔食得，嚟到成都都唔食乜鬼嘢好。仲要住喺玉林路附近，玉林路附近咧。全部都是吃呢個燒烤，吃呢個辣嘢啊，飲呢個小酒酒碗，真係，唉，心塞啊，真係。出嚟啦！呢間嘢都全部都係呢個當地人攞翻去食啊咁樣嘅喎，味道 OK， 幾特別。呢個雖然好厚嘅一塊麵餅，但係呢個都幾滑口下嘅喎，即係呢個唔似山西嗰邊啲麵咁鞋口鞋得咁犀利。大家呢個如果離開喺附近嘅話，唔知食咩好，或者食個小晏晝咁樣，可以過嚟試一試。